什么东西？数据，我刚刚就在看这个来推论你的各种状态。Hello， 学姐还在吗？学姐还在吗？我先从冲开始，我们要分工合作吗？还是要做一起的哈？我们来 PK， 剪刀快还是那个快？这样我压力好大，要切细的，小很小的。学姐，可是我不会觉得是我的学姐。因为以前我学姐是白清慧啊，超美的，她是超美的，而且她怎么样都美，因为我们都会想说自己去定做裤，然后定做那种小喇叭，就比如说那种肩很瘦，对。那如果你是穿学校的毛裤，就是那种超丑 A B， 然后跟你讲白清慧穿毛裤也超美，超好看，而且我们的那个皮鞋不是皮的嘛，然后你一定要搭配一个白色的袜子，但白清慧呢，她有时候就会她只单穿皮鞋。他不穿袜子，然后上面穿运动裤也是超美的，他怎么样都美。那个穿搭真的很难驾驭，穿在他的身上就很合理耶，超美美炸天。我觉得我们都是那个学姐脑粉哎。对呀，一个在脑一个。真的，然后他的那个就是打扫的工作是倒垃圾，所以他每次就是好时尚嘛，他倒垃圾好时尚，穿着他的那个毛裤，然后穿着那个没有穿袜子，然后穿那个皮鞋，然后这样甩垃圾，然后就说啊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学姐做什么都对。我其实今天早上有算一些，你的那个简单的运势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我是不是会有一些好事要发生了？2012年之后，你开始水星逆行，你有在那一年开始觉得要处理很多资讯吗？然后想法变得有点，就是要想很多事情。有，其实我入行以来一直就是会处于这个状态，就是觉得卡卡，不太清楚自己卡的地方是什么。就是你的水星在水逆嘛。真的，水逆太久了吧？你要一直水逆到2035，2035。我今天有点事情，我先离开。学姐，要去拿黑瓶，不要。为什么水逆到2035年啦？什么意思啦？有一个人的水逆可以水逆20年吗？会啊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就把它当做你这辈子固定会写的功课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我打开我的资料。要给镜头看，你自己先看一下，你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数据。Hello， 学姐还在吗？学姐还在吗？就是一个什么，就是一些，就是一串密码。你是不是看这个？你是要看三年吧？